欢迎收看《二月华语新闻》，我是张俊丽。马路除了让车辆行驶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在巴生的永安镇，就有一条马路变身成为画板，让民众创意彩绘。马上来看《二月》记者张俊丽的报道。欧冶文创举办精致生活节，让巴生的永安镇的马路有了新的面貌。烈日下，永安镇的大小朋友们顶着大太阳蹲在马路上涂鸦作画，让平时普通的道路添了缤纷的颜色，也吸引许多人的目光。透过马路彩绘活动，社区居民聚在一起美化社区，让自己的家园多一份美丽。欧冶记者张俊丽采访报道。